我从小就有想过当飞行员的，因为我在山区放羊的时候，看到过天上飞飞机。在拉萨的时候，我们村里没有飞行员，飞行这个职业成本高，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，所以有这个机会我来学了。 This great big story was made possible by Singapore Airlines, a great way to fly. My name is Rinchen Dolma. I'm a pilot of the Tibetan flying school. I'm 21 years old. I've been training for flying for almost 2 years. The flying training plan招收主要是我们拉萨那边比较贫困的。学生是我们西藏的行政首都。刚报名的时候有300多，最后录取了28名，我幸运的成为其中一个。我们学习的内容包括了解直升机资料，我们的训练项目是因人而定的。我们这里的训练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。我比较喜欢操作课，比如悬停啊、起落航线啊，然后是特勤啊之类的。这个培训结束后，我可能会回拉萨飞低空旅游、紧急服务，主要是教学。来参加飞行培训，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我在来苏州参加培训之前没有坐过飞机，我第一次坐飞机不害怕，反而感到兴奋。我飞行的时候是很自由的。对于怀有梦想的但看上去很难实现的朋友，我想对那些朋友说，只要自己喜欢的坚持就可以。